你说你来浪琴湾对吧，你个小 UTV 一个小钢管车，你好歹尊重一下这个浪琴湾嘛，把安全带拴一下，头盔戴一下嘛，对不对嘛，你尊重一下浪琴湾行不行？又来了一台，对，又来了一台，后面又来了台牧马人啊，后面还有很多车，兄弟们，今天这个入门坡我估计要干两个小时，今天十几台车，为什么要冒这个险？应该可能就是说，男人嘛，这个快乐很简单，他认为这种极限的越野挑战啊，就是一种快乐啊，寻找的是一种刺激。来了啊，小脚板给他拖上来了啊。这个小 UTV 可以啊，哦，上来了啊，上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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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可以啊，哇塞，这小 UTV 可以啊，有30多度。